这一间是买群路151巷12号，它的对面现在也正在建筑，最近也很大间，还在重新整理。这个是双向活路，旁边就是爆花，爆花冰啊。它的地坪有51坪，建坪有63坪，因为它就是大面宽的角地。这个房子也适合一些建商哦，来建商来把它做重建哦，在这个地点做别墅、休闲别墅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哦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巷道都是四通八达哦。所以说这一间房子也非常漂亮，这间也是整理过。天空这间真的还不错哎，1000多万，值得买。这种地方，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云公园。这过来就是它的后面延伸过来，其实后面它还有。和一个非常好的、非常大的一个地方，哦，还有花呢，哇！这一间它就曾经，这一间边间它就整理过了，非常漂亮。哎呀，猫跟老鼠。看到河堤，旁边就河堤，很多人在上面散步休闲。哇，还有彩绘耶，花样的彩绘哦，还不错。这就要出来他散步的地方啊。车啊，这一间就它有装修过了，它的正后面的这一栋也还不错。它的正后面，所以说这一间的话买下来还是要整理，没有差。哦，OK。